Hello 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志乔乔乔，我是今天的一日之女。今天是忙里偷闲的一天，我们来到的地方叫做浮生避难所，然后这边很隐秘，然后很有禅意，也有很多有趣的艺术品，让人觉得很放松。我很相信人生就是一个人的旅行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你可以为自己漂亮一次。哦，比较少，但有。我觉得一个人看电影和旅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，就是当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的时候，你突然会跟旁边说：“你觉得很酷吗？”或者“你觉得好笑吗？”你就会想跟旁边人讲。但是当旁边没有人的时候，你就只可以跟自己很深刻的对话，就是“这真的很酷哎”，你就是然后就会很魔幻哦，因为这个 moment 这个体验就会陪着你很久很久。哦，我去过一次，因为我去丹麦，因为我其实是游乐园人，我看到很多小孩子什么的，我会忘记我不是小孩子，对，我就会觉得我想要做什么都是可以的。啊，你真的问我真的是太不准，因为我是这方面的常客，可以一个人做任何我前提是我想做的事，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人体验更好玩。今天的行程不是只有一个人来这边喝茶，然后等一下还要去体验我没有体验过的自由之，让我们来看看，我也很期待这会是什么呢？你好，跟空气打招呼。我们现在到了，等一下要上自由之的教室了。这边有一种闲情逸致，好像到姐妹家吃饭的感觉。然后刚刚进来也有看到一些自由之的作品，感觉是个无限可能的地方。那我们就一起期待进教室吧。凯西老师你好。嗨，你好乔乔。你好，你已经在操作自由之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今天你来，我就想说示范一个最基本款，但是很好玩的，不用担心初学，也可以制作很有趣的作品。那我的话，第一次做的人的话，没有办法在上面画画或什么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我们可以用这些小东西来玩画画。哦，这也是线吗？可以是线哦。哦。自由之只要是纤维都可以拿进去。哦，它像云呢。对啊，卫生纸都可以哦。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做错做对？就比如说。没有啊。如果你这个脚步踩错怎么样？没关系吗？没有关系啊，你又不是机器。好，现在是左脚踩下去，左脚踩下去，穿梭子，然后驼，对，画一个小山，换脚，拉长梭子，可以用右手掌，等一下，好，你是不是想做小莲果？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穿梭子，好，先不要换脚哦，好，我们先塞一个，好，换脚，哦，放在那哦，嗯，就这样，拉长， okay、跟你刚刚的动作一样，好，左手掌。哦，这样子哦，这叫夹枝哦。嗯，好。那、啊、如果说我放上去不喜欢的，就不能抽出来了。拔掉就好了。哦，是可以的、嗯、哦。哎、欸，那真的是不用害怕哎、欸，不用害怕、啊，就怎样都可以。哦，沙粒就是让你不要害怕，嗯，努力去玩。你再织两道平织就好了。好。然后就靠直接撒下给我。OK。来，我要收尾。哦。观众超捧场，耶、yeah! ！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是所有的小小的不熟练，反而是最好看的地方。你只要选你喜欢的线，然后其他事情好像就不用想了，所以这好像是特别疗愈的。然后就让它自己发生，所以很有意思。那今天的体验就完美结束啦 ！L 的一日之女挑战成功。